想同海綿寶寶玩水嘅朋友，記得帶泳衣啊！由朝到晚，有排你玩啊！ 青蛙跳，青蛙要跳喺荷花叶上面，边个跳得中最多就为之赢。
咯。咁我哋玩埋最后一个 game， 我最后一个 game challenge， 最后挑战。游戏玩法就系一路玩机动游戏，一路查唇膏，仲要含住啖水，睇下边个 keep 到最多水嘅就为之赢。Are you ready? 除了可以享受期间限定的湖畔烧烤嘉年华，还可以一路吃嘢一路欣赏每晚上演的双龙奇缘水上烟火特效大会议。等我们晚餐饱之余，还可以大饱口福。8月28号之前，每日4点后都有下水礼夜场噶。依家的夜场门票还可以在71买添，仲平30蚊添噶。仲唔快啲去玩？